宛如童话的梦境世界突然失去了色彩，这里一切都开始溶解脱落，美梦瞬间崩塌，变成了恐怖血腥模样。害怕了是不是？史蒂夫和戴夫能否驱逐邪恶梦魇，拯救世界呢？我是小熊，咱们今天继续来玩 MC 大忍僵尸二重置版。上期视频咱们打完第六关以后，这里又变成了这副可怕的模样，左下角熟睡的发射器也在睡梦中瑟瑟发抖，赶紧进入下一关，早点打完 BOSS 才能安抚好发射器，让他好好睡觉。直接睡觉没问题的。进入第七关，小熊指挥官有条不紊地部署上了熔炉和驱动发射器。自从有了驱动发射器，我就再也不用普通发射器了。驱动发射器最多能叠加五次，也就相当于放了五个发射器，但只占了一格的位置。四路来了一只皮毛僵尸，补上一个活塞发射器。一不留神，一只洞穴蜘蛛跟在后面溜进来了。等我注意到的时候，它已经下水了，但是没地方放置重力板了，只能把刚刚放的活塞发射器拆掉了。好，如果你对这个系列感兴趣的话，就帮小熊点点赞吧，超点赞通一万，下期更新不会断。谢谢啊。三路又来了这个老六，我只能像刚才一样把活塞发射器拆了换成重力板。这个洞穴蜘蛛真的太卑鄙了，它太小一只了，在我在忙别的器械的时候，很容易就把它给忽视了。这一关为什么难度？主要就是把每一路的重力板尽量补全，不让老六蜘蛛有任何可乘之机，然后确保每一路都有一个活塞发射器，才能精准打击飘在天上的恶魂。第七关就在我这样临危不乱的指挥下安全的通过了，得到了一个新器械，图腾发射器。这是图腾射出来的飞镖，会让僵尸肌肉松弛，降低攻击力啊，也就是说给僵尸做个马杀鸡，让他舒服了，然后就堕落了，就能被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了。你太 none this good。和老版本的 MC 大忍僵尸二一样，它还能向近处的敌人喷出火焰。好，带着我们刚得到的大宝贝进入第八关，驱动发射器、重力板、活塞发射器依次摆好，把新得到的图腾往前放。它喷出来的火焰攻击力很强，如果每一排都在前面布置上一个图腾的话，那后面的重力板其实也就没有必要放了，因为重力板主要作用就是防止老六蜘蛛偷袭。但是图腾发射器喷发的火焰可以直接烧到洞穴蜘蛛。有了图腾发射器，大夫再也不用担心老六来偷袭我了。啊，死鬼蚁，在图腾的强势输出下，第八关轻轻松松的就通过了。同样还获得了一个新器械，梦境结晶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和老版本一样，一个可以自我恢复的防御器械。哦，使用碎片后进入无敌状态，并且帮周围的器械恢复生命值。看来咱们又添了一员大将啊！突然想到上期在商店里看到的传动力板啊，也可以加入僵尸豪华套餐中了。这个传动力板只能放在重力板上，据说可以通过触发更改力的方向，以此改变上方敌人的移动轨迹，并且加强上方的子弹。放在无尽关卡里试试它的效果。可以明显看到有击腿敌人的效果，直接就把僵尸给丢回去了。配合上图腾，让僵尸只能在原地踏步遭受火刑，而且他甚至可以把僵尸直接丢回老家了。好，直接进入第九关，恐怖之母来了。这是让人印象深刻的白色大蜘蛛，身上有着恐怖的笑脸。最烦人的是，把它打死之后，在它体内的寄生虫就会爆出来。还是有一点麻烦的，但也不足为惧。每种器械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，很快啊就解决掉了最后一只僵尸，又获得了一件梦境物品。美梦丝，把它放在一个器械上面，器械就会陷入睡眠。等器械醒来之后，就会出现一个心智碎片。比如说，咱们把它放在熔炉上，然后等心智碎片产生后，继续再又回到熔炉上，无限套娃，稳赚不赔。好了，这期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还有一关就要去打重置版的 BOSS 瘦长鬼影了。看很多人说重置版比之前简单很多，但也有人说很难的了。不过想想又要见到那个男人了，还是有点小激动和小紧张。如果点赞冲一万，必须加速更新下一期。那么我是小熊，感谢观众朋友点赞，记得下期来看，拜拜。